朋友们好，最近学了一个炸酱面炸酱的新做法，看着非常不错，咱们今天试着做一次。先和面，面里放点盐，浸到天气凉了，用温水和面，全部搅成絮状，揉成面团，醒一会儿。平时咱们炒菜的时候都是先放油，油热了再炒肉，这个做法挺奇特，先放肉，再放油，油要多点。现在还不能开火，要把肉跟油搅和匀，搅匀开火，炒出肉里的油，放葱姜，一勺豆瓣酱，再来点甜面酱，继续炒，炒匀，这个颜色太有食欲了。接着加点水，先咕嘟五分钟，把面揉光滑，炸酱好了吗？嘿，要加调料的，放盐、老抽，接着放香菇，搅匀小火，再咕嘟十分钟，炸酱好了。这炸酱面你得给20，小份的。我分就是小份，小份叫20两啊。啊，配酸吗？一年酸一块，看你吃几年了。配贵了吧？开饭。看着真不错啊，有食欲吧？哎呀，浪费了，浪费了吃了，接到干杯上了。朋友们，吃炸酱面还得是咱们的手擀宽面，劲道。手擀面入味儿。嗯，就是香。这种的做法真不错啊。嗯，我这是夹馍，多好吃。多少个？一块，俩块。太贵了吧？太贵，你别吃了。你好，这样吧，真香，只能算一块啊。匀一下。直接一块五，直接5毛，不是讲2块呀？哈哈哈哈。真香啊。嗯，这酱比咱平时做的酱香。香。我就看着那挺好，我还试一次一回。把我那吃。嗯，连酱带面。必须得配酸。嗯。黄瓜丝儿、胡萝卜丝儿一块儿。算完了，就剩2半。行吧，先够2半。以后咱俩算咱这自助模式的啊。还想自助模式，吃2半就行了。喜欢吃面的朋友，强烈推荐试试这个炸酱的做法，真的是太好吃了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，咱们下个视频见。再见。